们可以开始关于我们的不会说英文的规定，因为我们在西班牙和巴西，这个规定有难，但是不是我们可以做的。但是我们来中国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我们只说国语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学习的速度。中文学习的速度不是很快，然后一个月后你还不可以说得很好的是很难坚持不说汉语的。但是我记得你说你们去中国前就已经学过了大概100个小时，是不是？100个小时和你是我觉得是50个差不多。我有一个这个，因为我也忘了所有的东西。而且我发现你养成这种习惯，就跟某一个人讲英文好了，你以后很难改变开始讲另外一种语言。例如我的室友，他的女朋友是台湾人，但是他们讲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讲的是英文。那现在他们可能是想要改变开始讲中文，因为他的中文越来越好，但是这个很难，他们已经习惯讲英文，那这样改变就真的很难。但是我们也有这个问题，我们来的时候你需要说一点英文的，我跟你一起需要说一点英文的，然后你可以只说国语的，但是太难了，现在改我们的习惯很难的。但是你需要开始，因为总是太难了。觉得你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是有很多问题，腔调的问题，有语法的问题，也有他们的文化也不一样。但是现在我学习很多，现在我可以说一点我很高兴，因为是以前不可以，现在可以但是我觉得不对的，他们很开，但是他们很不同的，他们不因为如果你来西方的国家，来的中国，你觉得但是是关门，但是不是，这个问题是你不会说他们的语言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也是他们的交朋友的活动。他们的晚上的活动不一样，他们去餐厅吃饭，我们去酒吧喝酒，他们去我们去一个跳舞的地方，他们去 KTV， 他们跟他们的朋友交朋友，但是我们可以一个人我不认识，我说你好，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是一个新的朋友。但是我在中国的时候，他们很友好的，我可以去一个餐厅说你好，他们说你的中文说得很好，是不对的，但是5分钟后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不知道很多城市的时候，这个 relationship 很有用的，我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很多心思，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。如果我知道汉字，我可以但是他们可能他们说关于这个东西是一样的，我没有这个。像有我是想到一个更基本的例子，像学习的学，学习的学，如果你学过这个字，你学学校学生，都是很有逻辑的。但是我也觉得不是只有知道汉字，听力中文的听力，中文的汉语的听力很难的，很难提高的。
比如说我有一个 Anki 的卡，他说我觉得是浪费机会是一个句子，但是我听飞机我觉得啊，他们说关于飞机，但是是因为这个，但是这是两个词不一样的。但是我如果你没有很大的对啊，如果你没有很大的词汇是有点难如果因为你听得懂一个词，但是是不是这个词，是别的词或者是一个别的词的部分。对，如果声调有问题，那就更严重。你说西班牙语，比如说西班牙语，你知道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你说这样的这个词是一个动词，我知道这个词是名词的，我知道这个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我明白这是什么部分什么部分什么部分，但是你说中文的时候有这个有很多方法做一个句子。同意，我觉得听力是如果要快速的提高水平，我觉得听力一定是最难的。对啊。